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系 Leica 专用嘅偏光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Frankie。 今次同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 Leica 专用的偏光镜。你看到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呢，两头西的呢，这个就是这个偏光镜的特别的地方，因为它可以就到呢你在对焦的时候呢可以扭一个适合的角度啦，然后呢就对埋焦扭埋角度，然后呢只要拍返埋嚟呢喺影落去呢就係啱啱你見到嗰個效果嚟㗎啦。咁呢個就比較得意啲嘅一樣嘢。你話喺呢個咩情之下會用呢個偏光鏡呢，咁譬如話海面啦、雪地啦、大玻璃面反射啦，咁呢啲都係好啱用呢個偏光鏡嘅。影出嚟嘅嘢呢係因應你自己嘅需要呢去揀返某一啲嘅光，尤其係玻璃窗啊嗰啲嗰個情況呢係比較明顯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呢個咧你可以試一試嘅，因為好多時咧呢個設計咧其實係喺菲林年代咧都可以用嘅，就甚至乎你係用緊話 M6、M3 啊，都係可以用得到呢樣嘢啊。咁你喺數碼更加冇問題啦呢個情況啊。咁所以呢個西落嚟拍上去，咁就可以做到一個你要嘅偏光嘅效果啦。嗱，呢個咧而家係用緊咧係39mm 啦嘅 adapter 啦，咁呢度我俾大家睇一睇啦。首先係將呢個咧 adapter 咧扭咗落去支鏡度，咁而家呢支係7mm 啦，咁扭咗落去咧就落實咗，然後再將呢個咧就 keep 翻落嚟嘅，係扭翻落去啦。咁譬如話你可以有時會貪方便啊，可能你唔係好使對焦嘅，我有時都會係咁嘅情形啦。咁咧就係將佢呢個咧偏光鏡咧個主要部分咧有時向上，咁你睇到啱嘅位咧，我扭啱咗個位啦，先至發翻落嚟咁樣影咯。咁可能你對焦一早可能對好咗噶啦，咁咪冇問題咯。呢個幾好嘅呢個偏光鏡。咁仲有就係譬如話啱我講呢個係39mm 啦，其實佢仲有第啲 adapter 嘅，譬如話常用嘅46mm 啦，都係有嘅。嗱，如果咧你係想親身去了解一下呢個偏光鏡嘅效果，咁你可以嚟到我哋尖沙咀啦，或者係旺角嘅門市去感受同埋體驗一下嘅。咁你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咧，希望你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